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平安。好，我首先先请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打到震动，或是静音的状态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在圣殿里，我们就要带着一颗全然向主的心。好。我先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安静我们的心。亲爱的主，在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来聚集敬拜你，我们来庆贺你为我们复活的日子，这是你所设立的主日。主，我们要在这里见到你。我们不单单每天都要向你祈求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，赐给我，主啊，我们渴望的极大的福分就是要在这里见到你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见到你。主啊，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求你掩面不看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懈怠。主啊，在此刻求你真实地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你来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被你同一个灵所感动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得着你，我们不单单在这里唱诗，我们不单单在这里听讲道，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真实地得着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求你来为我们更新。主啊，每一天你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这里，恩典离我们并不遥远。主啊，时刻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成为我们的主，感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孩子，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神迹离你远吗？不远。阿们。有人说不远，是的，神迹就在这里。尤其在昨天我们经历了我们的建堂的纪念日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一天天这样走过来，但今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荣美的一个建筑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相信神就在这里，我们相信恩典在这里，我们也相信恩典也必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阿们。请你对你身边的人说，恩典在你的身上，恩典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彼此祝福，以马内利。Amen。 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，因为恩典已经降临。Amen。 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，他已掌权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成为平原，凡神里面充满
你身边的人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阿们。依靠全能神，哈利路亚，成就的事。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他就在这里，在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宝座在这里，君王在这里，羔羊在这里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直到那日，我。
住在你的里面，因为我们要真实的得着你，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来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属你，你属我们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；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是那活水的源泉，你带领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被改变。今天我们就在神的神迹当中，我们敬拜就在神的这个神迹当中，我们在荣耀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们，号角已经吹响，你是否相信神的神迹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阿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大声地说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。”相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
是的，我相信你的荣耀已经降临。到今天早晨，我们再次为我们的教会献上感恩。我们看到昨天下午有差不多600人来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歌颂赞美。我们看到有多位牧者为我们教会来祝福祷告。我们相信这是新的季节，要降下新的恩膏来。今天早晨，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过去16年你的带领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建堂成功之后，我们当走的路尚远。主要你要给我们教会有新的挑战、新的恩膏、新的机会，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同来领受、一同来承担，让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灯台，在这个地区被主大大来使用。今天早晨，我们再次也为着我们当中一些生病的肢体来祷告，培养一些姐妹来到我们当中，她患脑癌，求主你亲自来医治，让那个癌就不再生长甚至消失。也在我们当中一些眩晕的、呕吐的、感冒的、腰痛的各种疾病，你要亲自降下医治来。今天早晨，你的宝血厚厚遮盖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得享主你赦罪的恩典。谢谢你，我们再次祷告仰望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